基本上啊、哦，这个暑假安排的话呢，我一开始会先帮你们上一些清闲简单的微积分哦。然后，嗨，博威进来吧。我们会上一些清闲简单的微积分。那这个清闲简单的微积分上完以后呢，这个我们会继续怎么样？我们会这个开始进入这个高二的课程中。那第一个是说，这个微积分会在这个商科物理的地方会用到。哦，那有一些观念，我觉得有点观念是蛮好的。我、哦、不会说，那它的内容不会很难。然后呢，我以让你们不写作业为目标，哦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把它观念弄好。然后呢，这个重要的地方哦，这个。我们才会有一些基本的作业，好，那你们回家也轻松的做一做，那这个到时候我会跟你们讲这个物理学哦，还有一些应用上面，这个微积分会怎么样去看它哦。如果时间来得及讲一些积分，可是积分很琐碎，而且实际上你们积分也不太常用到，所以这个我会再去思考一下这个课程要怎么样铺陈啊。那不过我们这个今天呢，就会先从极限开始。轻松的讲哦，这个不会太累哈、哦。那这个暑假的话，我大概预计3到4次，应该是3次左右可以把微积分教完哦。那我们就会开始进这个下学期的内容，我们应该是说高二上的内容。好、哦，这个你们这个，你们这个高一下的，这个有人会觉得很难，有人觉得还好哦。那实际上高一下的话，他的东西比较难学哦。那先跟你们讲，高二基本上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？高二我觉得就是高二的成绩会跟你们努力的程度成正比哦。就是如果你们这个作业好好写哦，平时好好写作业，基本上来说就不太容易出差错哦。这个高二基本上来说是一个努力的累积会比较多的时候哦。那你说老师，那我很努力读书就好了？当然还是有一些美感哦，因为。高二你们每个人都会比较忙哦，社团啊、活动啊，还有其他多余的额外的科目哦，会让你们学习起来比较累哦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觉得这个一步一步来哦。至少我们的课程安排，如果是以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，我们的练习量跟这个学习的时间是相对的足够哦。好，那我们来开始看这个数列的收敛引发散。第一个，这样讲一下，你们之前有去看那韩国的夜市吗？人超多。哦哇哦，那个。哇，那是夜市。哇，我们那真的有够挤掰。你们有人住在那边吗？主委有住在那边吗？超吵，对不对？超吵。超吵。然后东西超难吃。我觉得不止难吃，而且不卫生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去潜入底镇去看一下，到底是什么？不是我，怎么样？我真的是蛮讨厌韩国瑜。我觉得，我跟你讲哦，很多人就看我一直骂韩国瑜，有家长说我是我偏绿，不是，我只讨厌韩国瑜，你知道吗？那老实说，我觉得郭台铭老师有点问题。我觉得如果是蓝的哦，国民党我还是有支持的，就是正常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，唯一一个脑袋正常的就是正常人，你知道，朱立伦正常人，只是他很偏硬而已，但是实际上他讲话是最正常的。你知道那个郭台铭说那个0到6岁不是由他养吗？是国家养吗？然后那个韩国瑜说65岁以上，你知道这个国家养干？你知道我们现在是步入老龄化社会，65岁以上的大概占了台湾的1/3人口。我们发现哦，这个脑子有问题。总之我去了韩国夜市，第一个超没卫生。他那个，你们知道以前有一个新闻叫香肠瀑布吗？哦，那真的是很恶心。香肠就掉在那边，从早上掉到晚上，你知道吗？他说香肠瀑布。重点是我走过去就有一点臭臭的味道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那个，你知道太阳一照，那种香肠那种东西生的，你知道吗？一定会臭掉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个。后来我那边我还是有买一些东西吃，就我拉肚子拉了，很不舒服。来，我们来开始看数列的收敛跟发散。第一个，这 a 为一个无穷的数列，当 n 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，如果 a n 会接近一个固定的数字 l，
我们就说这个数列 an 叫做收敛数列，英文叫 converge。converge 啊，收敛数列，而且这个收敛的极限值叫 l。我们怎么写呢？写成 limit n 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，an 会接近一个数值 l。各位看一下，这个 limit 代表极限的意思啊。当 n 趋近于无限大，这个时候 an 会得到一个结果数值的 l。这个就是前面这整句话的意思。当 n 接近无限大的时候 ，an 会无穷的接近于某一个固定数值 l。哦，固定数值可以吗？哦，是这样写的，可以吗？哦，那这个数列就叫收敛数列。那如果 n 趋近无限大时 ，an 没办法趋近一个数字，就叫做发散数列。这时候它的极限值就怎么样？不存在。哦，那一般而言，一个数列不一定会有极限，但如果有极限，极限值必定只有一个，可以吗？你要是一个固定的数值才叫做极限值，可不可以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下面哪一些数列是收敛。来，来，那你去想想看哦，想象一下，假设一个很大的数字带进去会是多少条？像 A 选项，当 n 趋近无限大的时候，分母无限大，这个数字是无限小，会变成几？零。所以很明显的知道，这个 limit n 趋近于无限大的 a n。无限大分之一会等于几？零，可以吗？看得懂吗？当一个数字分母接近无限大，这个数字就是零。来，再 B， limit n 趋近于无限大 ，b n， 同学，假设 0.2 的100次方跟1000次方是不是都会越来越小？因为 0.2 比1小，越乘数字会越小哦。所以很明显的 limit n 趋近无限大。边这个值是几呢？一样是几？一样是零 ，A 吗？好，这个 C， 同学，三分之四比一大比小，比一大，那会有什么问题？越乘越大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数列就不是收敛，它会发散。同学。那基本上来说，如果算成是零的，它就是收敛，可以吗？它是收敛。好，再来猪呢，同学，这个数字啊，还是比一小，对不对？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很接近一，比一小的话 ，n 趋近无限大就是几？就是零。哦，所以这个 limit n 趋近于无限大，猪 n 也是零，也是收敛。那一呢？一这个数列的话，来负一的 n 次方，那求你负一的 n 次方到底是几？是一还是负一？不能确定的时候，代表怎么样？这时候这个数列就要发散，你没办法固定锁定在一个固定的数值，就叫做发散，所以它是发散。顺便讲一下哈，发散的英文是什么 ？Diverge，D I V E R G，Diverge 是发散的意思，可以吗？哦，好，再来 F 呢 ？n 趋近无限大，分母会变无限大，一样是零，哦，所以 F 一样是零 ，limit n 趋近无限大 ，F n 等于零。同学，这个 limit 我写的有点丑哦，不过因为我习惯了，就这样写，好不好？哦。不要学我，同学，这个 limit 是这样写 ，L I M 这样子，这因为我真的写的习惯，所以不然会写的错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这蛮简单的嘛，就是 limit 极限值嘛。什么？真可以啊！好，轻松的讲完第一题啊，那我们来看第二题。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
今天我去捐钱，我捐了8000块，也不是大钱，但是我没有没有，这我觉得还好，少少，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不知道哎，这个有点被感召了，就是，我会去捐钱，是因为这个昨天有一个，我觉得我看了以后，我去了解以后，发现蛮伟大的人过世。人叫做陈半，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你有没有看新闻？我真的我看了以后，我觉得很感动。他是一个台东有一个机构叫孩子的书屋哦。那他基本上来说，就是帮这个台东一些底层的家庭啊，或者一些偏乡的小孩，不管你是不是原住民，就是也不管你的身份，就是你要去就可以去。然后去的话，他们就会给你一个 shelter， 然后教带你读书啊，会有人就带你。对，然后有一点像是一个比较良性的社团及集结的社团。那他们有两个计划，一个是孩子的书屋的计划，就是他们会把一些就是偏乡的小孩或者这个家里疏于照顾的小孩，就拉到那边照顾，然后可以写作业啊，或者说你想要去学一些才艺，他们也会尽量帮你哦。那这个另外是他们还有另一个计划，就是叫做黑孩子计划，就是他们。不是说非洲来的，不是你这种黑来的，他们是去找，就是去看，就是有一些孩子被吸收进帮派，然后他们如果想要脱离的话，要给他们一个休学，然后再给他们一些基本的工作能力这样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蛮伟大的，然后基本上来说，这个他以前这个创办人叫陈范哦。我会知道有这个，是因为他以前是那个普南很广告代言人，因为他们那个真的没钱，所以他去拍普南的广告的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他是在忙的时候，就是他创办这20年，然后钱就是一直花，他本来想去考法官的那一些，然后后来觉得这个社会有这个需要，他就一直做，然后后来就是做到就是心肌梗塞。是做到死掉，我觉得这个其实要赚很多钱，我觉得不是很困难，但是我觉得愿意就是做到这种地步，其实是蛮伟大的，而且实际上对社会有带有改变，我其实心中其实蛮有感觉的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范利尔，他说这是一个数列。但他要你是怎么样？是收猎。那这个数猎有什么特征？他的数猎的时候要问 x 的范围 ，n 是不是在次方这边？变动的项是 n， 可以吗？然后呢，这个数猎当无限大次方的时候要收猎，要问这个 x 的范围是几啊？再讲一件事情，同学，我请问你，一的 n 次方是收猎还是发散？你要去看无限大是多少，是不是一？所以一的无限大还是收敛了，知道这件事知道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时候它是一个等比的数列，对不对？公比是不是就是这个次方下面的东西，可以吗？哦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来2/5 x 加3是我们的公比，如果要收敛的话，是介于-1到几之间？一之间，但是你要注意，一的 n 次方数还是一，它也是收敛，所以这里要加等号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去把 x 的范围算出来，好，可以吗？来，自己把它稍微算一下。轻松哦，轻松同学，我们在这个轻松的状态下学一点东西，学一点东西哦，不求多，但是求这个确实的去了解。对啊，这个其实啊、哦，这个其实也是蛮感慨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一直从小就觉得我自己蛮聪明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跟你讲，虽然我长得看起来蛮憨厚，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聪明的小孩，真的、啊、真的、啊，我觉得我真的聪明。然后小时候，你知道，当你聪明、锐气高的时候，你在高中、大学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哇，我这个以后出社会一定要干一番大事业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这个其实蛮感慨的，就后来我来教补习。也是大事业了，对啊，你看这个黑孩子，没有，开玩笑，对啊，开玩笑，
对，我们不能歧视这个新住民啊。没有，没有这样。这个说真的，那时候就是就想说，哎，未来可不可以有什么更巨大的贡献？就是说，例如说这个，想着说，哎，的发明有什么新的发明，或者说在商业上有点成就，对啊。那也是想，有人想说，会不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？但也是在努力的，只是我看到这种，我都觉得这个他们真的是蛮伟大的，可以做到这些事情。哎，所以我觉得我要改变世界，改变这个社会，唯一一个方法就是参选。对，之后我带来选新主市长。那如果真的会有那个云霄飞车，嗯，然后大麻合法，我跟你讲，云霄飞车比摩天轮好盖。一定的，对不对？你想这从那个东门国小、东门城，然后往那个光复路盖那云霄飞车，绝对会比摩天轮好盖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哦，这个很帅。来，再来一项整理一下就好了，一样，负八，二 x， 二，再除以二。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，OK， 就这样，轻松吧。哎，谢谢副指导员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列的极限。等一下我们会想办法去讨论一些数列到底是收敛还是发散。等一下我们会讨论。来。来，如果数列 an 跟 bn 都是收敛，这个时候 an 收敛到一个固定数值 alpha，bn 收敛到固定的数值 beta， 这时候两个收敛的数列如果相加，你们觉得会是收敛还是发散？当然是收敛，因为这个会是一个固定数值，这也是一个固定数值，它的结果就是等于什么 alpha 加或减 beta， 这样可以吗？那如果是一个常数的话呢？常数可以直接提出来，变成 c 倍的 alpha， 可以吗？如果是收敛的话，都会有这样的性质。那相除的话，相乘相除也是。可是你要注意哦，如果除的话，要小心分母为零的情形。分母为零，这个数列就会发散掉，听得懂吗？分母为零，这数列就会发散掉。所以如果收敛加收敛还是收敛，收敛减收敛还是收敛，收敛乘收敛还是收敛。可以吗？那除呢？除不一定。那收敛跟发散的相加当然是发散，因为一个数列发散，对不对？另一个数列再怎么固定数值，剩下的数值还是不确定。减的话呢？发散。乘呢？不一定。除也不一定。那你要看收敛是多少，如果零乘任何东西都是零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如果跟收敛为零的数列去比的话，这个东西就很难讨论，懂我意思吗？ OK， 好，好，但是发散跟发散全部都不一定。例如说发散跟发散相加，请问你它的结果是收敛还是发散？都有可能。例如说这个，我假设这个韩国瑜的家产是发散，好吧？这个很多钱。这个郭台铭的家产是发散。那请问你这两个相减，到底谁比较有钱？这都不确定，可以吗？可如果跟你减的话呢，你就像个屁一样，懂我意思吗？哦，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哦，这个发散跟发散的运算是不一定。那我举个数字上的例子，来，一个就是一加 n， 很简单的啊。an 就是 1 加 n，bn 就是1减 n， 同学，这两个都是发散的，很明显吧，对不对？但是两个发散相加的时候是剩下2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呢，发散加发散它的结果是不一定的。哦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这些东西。
那今天讨论完这个，应该下一次上课我们就会进微分，哦，就会进微分，哦，把它轻松的讲一讲。好，那我们举第一个例子。在举第一个例子之前，这个你们要把这个基础范例当作一个基本的工具来使用。首先你在讨论这三个项的时候，这是上下都是次方，这都是这个都是多项式的这种型，可以吗？上下都是多项式的多项式型，哦，多项式型最重要使用的工具是这个。如果 n 分之一 ，n 趋近无限大的话，这个数字会变成几？零嘛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第一个 ，limit n 趋近无限大，九 n 的三次除以四 n 的三次减千的二次，哦，加上二 n， 那这个数列它是收敛还是发散？然后 n 趋近无限大的时候，要去看这个数值是多少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个东西呢？很简单哦，如果我们做的时候上下同乘以这个最高次项的这个 n 的次方，可以吗？那除完会有什么现象？你看哦，这个式子会变成 limit n 趋近无限大，这里除以 n 的三方剩下九，这里除以 n 的三次方剩下几？剩下四，可以吗？好，后面这一项呢？变成减掉 n 分之七加上 n 平方分之二，那这两项当 n 趋近无限大的时候，是不是都是零？我们就会发现啊，这整个数字就会大概趋近于四分之几，四分之九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大家懂吗？好，大概这样子就可以做出来。那实际上你会发现，上下如果次方一样，代表最高次项它的增长速度是一样快，如果一样快会有什么特征？那这时候上下是不是会成比例？这后面这项根本追不上，看不到它的车尾灯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后面这一项次方比较小，根本看不到车尾灯，根本就不用算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就只要去看最高次项的领导系数。好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其实你要看这个数列的收敛还是发散，还有它的数值是多少，你就看它上面下面的项，哦，这个 n 的次方它的长相是怎么样就好。右翻
n 分之九减掉 n 的平方分之七，下面变成四加上多少 n 的平方分之二，可以吗？那这上面的项都约掉，分母只剩一个四， n 趋近无限大，这里是零，这里是零，四分之零还是几？还是零，可以吗？为什么？其实你应该感受得到，下面的次方这里比较大，上面的次方这里比较怎么样？小的话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大分之小，哦，这里长得很大，所以这个分母变得无限大，这个数字实际上会变零，这样 OK 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哎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大概是这样。那第三题怎么做呢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上下同除以最高次项的这个次方哦，除以 n 的四次方，除以 n 的四次方，会等于多少 ？limit n 趋近无限大，除以 n 的四次方变成九，减掉来除以 n 的四次方叫做七 n 的三次方，那这里呢叫做四除以 n， 减掉多少？除掉叫做二除以 n 的三方。那很明显，这里是零，这里是零，这里也是零，分母为零，这个数字存不存在？不存在，不存在，基本上都是发散。实际上它不是零啊，只是它一个接近无限小的数字。那既然接近无限小的数字，那它本身就可能是正或负的无限大，知道吗？哦，所以我们会发现最后这个答案是不存在。那不存在是什么？就是发散 ，diverge。可以吗？哦，好，那我们就会知道了。如果是这种多项式型的话，上面次方如果相同，就是最高次项的系数比；如果是大分之小，如果是大分之小，哦，那这个就是零；如果是小分之大，就是不存在的发散。可以吗？哦，好，你们先稍微的写一下啊。嗯。第一个是收敛于四分之九，然后二是零，收敛于零。那基本上来说，重点是说这个 limit 的代表收敛时它的值是多少，可以吗？这代表 n 趋近无限大时它的值是多少，哦，所以它是收敛于一个数字叫四分之九，哦，下面是收敛于一个数字叫做零，哦，那最后这个是发散。好，大概是如此的 ，OK。好，这都轻松了。那讲完的话，最后我们接下来会讲一些无穷的级数哦。来，一开始是讲数列哦，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级数哦。级数基本上来说，就是把这些东西怎么样？全部都怎么样？快快乐乐的把它加起来，可以吗？哦，一个一个加，把它加起来。我擦掉了。什么叫无穷的级数？就是我们加到无限多项的结果。可以吗？哦，那这个级数呢？如果从第一项加到无限多项，这叫无穷级数，可以吗？哦，好，那这个总和如果存在就叫收敛，如果总和不存在就叫发散，这很明显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他问的是这个总和这个值存不存在？哦，的要点哦。那第一个，前 n 项部分的和 Sn， 来，同学，第一题是来复习以前的这个数学。当你要去算前 n 项的话，怎么算？来，第一个是一三五七，一直加到二 n 加一，这个项是第几项？第 n 项，可以吗？第 n 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变成 sigma。我们知道 sigma 里面要放的是不是我们的一般项，叫做二 k 减一。哦，我们用 k 来表示。这时候要问前 n 项的总和，就代表 k 从一加到n 嘛，这样 OK 吗？还记得吗？哦，这个式子代表的是怎么样？前 n 项的总和，从第一项加到第 n 项，
那变动的项为了避免这个数字会重复使用，所以我们全部都写成 K， 可以吗？好，那这个东西怎么写？第一件事情， Sigma 有两个很重要的工具，再帮你们复习一下。第一个叫可拆， Sigma ANAK 加或减 BK， K 从1到 N， 可以拆成 Sigma AK 加或减 Sigma BK， 可以吗？哦，这叫做拆开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每一项是可以拆成 A1 加 B1 加 A2 加 B2， 一路加到 AN 加 BN。那前面的 N 项拿出来叫 A1 加到 AN， 加或减怎么样 ？B1 加到 BN， 所以我们知道 sigma 是可以拆成两个 sigma 相加或相减哦。好，那第二件事情是可以把数字提出来，例如说三倍的 AK，K 从1到 N， 三次也可以提出去，这叫三倍 sigma AK，K 从1到 N。因为每一项都有三倍，三次可以提出来，可以吗？好，有了这两个东西，我们再来把这个算。既然这样子哦，是可以拆成两项的 sigma， 变成 sigma 2k k 从1到 n 减掉 sigma 1， 可以吗 ？k 从1到 n。好， sigma 2k 这个2也可以提到最前面去，这样子。那如果 sigma k k 从1到 n 代表是从1加到 n， 两倍叫做两倍的二分之 n 乘上 n 加一，这个 OK 吗？记不记得一加二加到 n 嘛？首项加末项乘以 n 项除以二。好，最后后面这一项是什么 ？k 从1到 n 每一项都是一。有 n 项，所以再减掉 n 就好，算出来叫 n 的什么方？平方哦，这个简单哦。好，第一题是这样。我可以吃个饭吗？可以，可以吗？接下来就是啊，第一小题比较简单，我那第二小题也蛮简单的。第二小题只是让你们复习整比的公式哦。第三题不要写哦，我们看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要一减掉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减掉八分之一，一直下去。同学，这个式子不要用 sigma 来看的话，你会怎么想？它是不是一个等比？公比是等于多少？二分之负一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项，记不记得怎么算？如果是算 n 项的总和，就是一减掉公比分是什么？首项乘上一减掉公比的几次方 ？n 次方。好，把它带进去就可以算。它叫做一减掉公比分之首项乘上一减掉公比的 n 次方，可以吗？好，那这个分母就叫做多少？二分之三。
一乘上一减掉二分之负一的 n 次方，变成多少？三分之二的一减掉二分之负一的 n 次方，可以吗？这样写就好。它到第 n 项，对不对？所以全部有 n 项。好，就这样哈，帮你们稍微复习一下这个无穷等这个等比的公式。不然我们去微风南山啊，有没有去微风南山？你们知道那个微风百货有一个很一个高级的商场，我们全部都穿我的衣服。哇，那个很场面很浩大，一字排开来，哇，我靠，他干还不会造成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他们很喜欢乱吼乱叫。真的，你们知道那钢铁还是？我是钢铁还粉。哇，进进进进！你们看到钢铁还粉吗？有够奇怪，超市上老子有问题耶，你知道吗？这钢铁还粉，傻眼，真的是傻眼。来，错。来，同学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范例二哦。反正韩国瑜的那个，他那个，你知道我去的时候真的很怪，就是我们这边走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韩国瑜那个造势业那个走一走，走一走走一走，会有一些人，你知道吗？很 random， 突然的大喊，你知道吗？超怪的，而且他们 Q 的非常有默契。走一走，走一走，就突然听到有一个阿伯那边在喊，是吧？庶民选总统，然后就大家小朋友在喊，总统选庶民不成？哇！又跟着喊？啊？没有啊，跟着打。啊？大家都在喊，就别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就是那时候我下午去的时候还要抓着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很惊愕而已。他们在找，就是在抓那些混进来的间谍。真的？抓什么？表彰他们特殊的口号。靠呀！你要一起把人都抓起来。对。我们当天穿就穿绿色的衣服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穿蓝色，我穿的超蓝的。你要穿红色的。要穿国旗衣啊。哎，那边有一堆国旗衣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国旗帽。对啊，还有国旗帽，还有。还有那个。还有人在卖寒冰，你知道吗？这寒冰是什么意思吗？冰棒的意思吗？特别反正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还有看到一个东西超可怕，面包上印着韩国瑜的脸，烤吐司然后印着韩国瑜的脸在那边，而且不是那种 Q 版的，是那韩国瑜真正的脸的，我说 Holy fuck， 这，好吧。好，继续来，同学，那我们来看这里。你们爸妈有没有喜欢韩国瑜？如果有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就尽量的。安抚他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是，我真的觉得。总统大选那天把他关在家。对，总统大选那一天把家里门反锁，对，把他锁起来。他应该连出血。嗯。他会连出血金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听说韩国瑜是初选有可能会过。然后初选过之后，然后2020被拉下来，我不知道会被拉下来，但是他的，我跟你讲，他跟洪秀柱是不一样，洪秀柱是真的大家都，想不是，洪秀柱在国民党支持者的人数其实很少，但韩国瑜的很奇怪的很多，你知道吗？很怪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他应该是有那种洗脑大会之类的。来，范例二，我来看一下啊。
一乘以二分之一加二乘以三分之一，一直加。同学，这时候我们加到第几项？如果后面还有点点点，这代表的是无穷多项，一直往下跑到无穷多项去，可以吗？无穷多项一直往下跑，这样跑可以吗？你是不是写错？啊，我看你们有没有认真在读国文，没有错，我写错。对吧？哦，对，哦，说不太好，不好意思哦。来，这个，所以我那时候去看韩国瑜教授，后来你知道那一场听说人爆多，我就觉得对于台湾未来很忧心。对，所以我现在每个礼拜就买一张威力彩跟买两张乐透。如果威力彩中的话，我们就你们就不要念书，我们全部看你们移民去哪边，韩国好不好？还是哪边？啊？他说有30万，应该是号称的。我跟你讲，不可能30万啊！那个场地之前有办过五月天演唱会，是啊，一样超级，大概是5万到6万，你知道吗？应该2-3万。最满到5万到6万，然后韩国他们的造势晚会都有一个很奇特，都用很多椅子排在那边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想。好，来这边，哦，把这里看完。这个是怎么算？首先，如果变动了项再分母的话，我们要把它拆成两项相减。所以总和第一项是一分之一减掉二分之一，加上二分之一减掉三分之一，一路下去。那我们验算一下，这样猜是不是对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怎么验算？把它通分回去，一分之一减掉二分之一，通分变一乘以二分之二减一，正好等于一，哎，是对的哦。那二分之一减掉三分之一呢？二乘以三分之三减二，哎，也是对的哦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个式子拆成两项相减的时候，是直接拆开就好，可以吗？好。那同学，到这里 n 分之一减掉 n 加一分之一以后，停了吗？实际上还没停，因为后面还有点点点，代表是什么？加到无穷多项 ，OK。好。那你拆成两项相减，接下来看有没有办法消去哦？你会发现这个二分之负一跟正的二分之一是可以消掉，三分之负一跟三分之一是可以消掉，一直消就消。这个 n 分之一是不是跟前面消 ？n 加一分之一呢？是不是也可以跟后面消？所以是可以一直消消消消到无穷无尽。第二件事情，同学，你看着这个数字，看着这个数字。就你 n 趋近无限大，这个数字越来越大，还越来越小。所以越来越小的数字可不可以消掉？可不可以消失？小到无限小，是不是就消失了？所以实际上这个项是越来越小的，所以最后是不是就消失了？可以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后面就是一加一减，全部都可以消光光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它的答案就是几？答案就是一，可以吗？对啊，好。那同学，如果我求你们 ，sigma k 减掉 k 加一，如果这样写 ，k 从一到无限大，那求你有没有办法收敛？这个数字变成几？一减二加二减三加三减四。是没有办法收敛，虽然一样可以消，但是后面的数字会大到多少？是大到无限大，可以吗？那既然会大到无限大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个数字根本没办法确定，就是发生的第二件事情，什么是无限大？好，你们讲无限大，我们来讲一下无限大。什么是无限大？不要认为无限大是一个固定的数字，无限大是一个概念，它不是一个定值，无限大是一个概念，可以吗？代表这个数字比你所想象的任何数字还要大的一个数字，它不是一个定值，懂我意思吗？它不是一个定值，你可以写出任何数字，无限大都比它大，是一个形容词，可以吗？好，因为无限这件事情啊，这个无限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是没办法描述的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这个式子是发散哦，同学，这个式子会发散。好，好，同学，
那这个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，好，等一下再继续。然后今天上到8:40。啊，你们要上到几个？8:40。今天到底上到几点？没有吧？要上到几点？八点吧。哦，好。你们上到8:40啊？没有。有谁上8:40的举手？没有，你刚刚你上次传出去。哦，传出我说英文啊，你说我英文的时间。哦，是哦。嗯。你说你上一起上到9点。上到9点。What？ 嗯。你自己跟我讲。我说我同学说你一帮我看，那就上班8:40。等一下，上班8点就好，对不对？我想上班8:40，我想吃吧，我可以上到7:40。8点。为什么可以上到7点？对，7点吗？7点。好，二姐。OK 吗？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钢铁侠。他不是你，里面有账。早完进的账单。哦，对啊，不是有。底薪。不是啊，我在讲这个人。他看起来超黑。我在讲张子。不是。我在讲什么？我在讲，你觉得他看起来超黑？你才 gay 吧？看起来很正常吃。对啊，肯定用这样说。可是，你有理由讲。哦。是啊，但最近你有理由讲他抽的，就没有理由。是啊。曾经台湾是四小龙之首，韩国是四小龙之尾，现在韩国已经是富国俱乐部，人均32775人，台湾还在原地踏步。我们需要实干的领导者。欢迎回到大会有小叶球，贺龙又来。伯恩，你现在不能再把我赶下台哦，我现在已经开始慢慢有钱了，可以好好坐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知道。天哪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，为什么真的有人愿意小额赞助贺龙啊？你知道吗？真的有人哎，赞助你的人脑袋到底装什么啊？公平合作。这一开始都只是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应该只是随便玩一玩，撒撒点粉砖，开一个赞助贺龙选项，好玩而已。可是真的有十几个人给钱哎！没有，在这边谢谢各位好不好？谢谢现场所有不理性的贺粉，谢谢你们帮助我还债给那个很讨厌的人。没有，贺龙，我今天已经确定过了，今天再也没有来宾会跑到那边去了。私底下偷偷来啊，就跟你一样。对啊，可是上周有超小哦，这礼拜没有来宾会，你连一个小咖都没有哦，是吗？这一周我都请到你，一辈子都请到了超大咖来宾，谢谢。那我倒还会回他，完全答错好不好？是国民党大佬哦，这其实蛮接近。在戏上等我访谈了，各位观众，那我们欢迎国民党总统初选候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。各位所有在场的朋友，感谢大家共聚一堂。我的天哪，韩总哎，韩总你好，我是贺龙，终于大驾光临夜夜秀了。我相信这一集一播出，大家应该回响蛮大的，点阅一定非常的强，轰动。震惊万众，吸引了所有海内外侨胞的眼睛。啊，我希望啦。韩市长，经过首场国政愿景发表会之后，你会重新定义九二共识吗？这是武侠小说的展示。最近高雄登革热疫情严重，登革热的症状您知道吗？呕心气息，肝硬化。您说过当选后会把总统府搬到高雄，那设立新办公室的首要条件是什么呢？水很重要，雨量大，浴缸要很大。好，那面对2020大选，您的竞选态度是？是因为民调输蔡英文而害怕吗？到底？谁怕？不
我来，我来了。哇，布台尼先生，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啊？我有大数据，我事先想着他要问这个问题。不愧是堂堂前鸿海董事长，哎，大数据你们是怎么收集而来的？我跟农民站在田里，在夜市和小贩聊天。您在说笑话吧？对，郭董，刚才我在那边旁边有点偷笑。朱立伦也来了，哇！郭董很有信心。听起来有点像在酸郭董哎，还是朱立伦先生，您可以在现场讲个笑话吗？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时间啊，我的改变。最近因为戴着眼镜，很多网友们跟我称“我把眼”。现场大家没有人笑。大家的郭董，郭董，没错，郭董，台下一片死寂。我故意大家都要醒过来了。好久没见到周锡玮先生了，你最近在忙着做什么吗？在街头啪啪照。什么也没做，还那么凶。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光荣。好的好的，自己讲得爽。哇哇哇，超呛哦！这位是谁？我先不认识。不过既然五位候选人都到齐了，俗话说齐家在致富，想问一下五位，你们这阵子有常常跟他关系的不大，我老半生肯定不会比前半生更好。年纪的确会影响家长变败一样。不愧是朱市长，做好做满，真的是。那韩市长呢？跟夫人最近互动好吗？他的名，他的班名多了，嗯，亲切，是。是夫人还是这里？我开个玩笑。好险好险好险！身体非常疲倦，晚上很累。市长行程的确很忙碌哦。当然，知道韩市长那是开玩笑。好，那我相信会长在开玩笑了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现在竞争那么激烈，然后对媒体互相逼迫，是会不会还有办法大家约在一起吃顿饭吗？不要再舟车劳顿。所以只能约在市中心，全部到海边。没有啊，后面有什么？后面没有。你说新的很难，新的很抽签。海边能吃什么啊？台湾人都喜欢吃到饱。吃到饱很贵哎，你们五个人花多少钱啊？1000万美金。那么高级的餐厅，你们都叫什么菜色？说的抹黑、造谣、嘲讽，各种都来。好，那最后想问一题哦，我跟伯恩到底谁比较适合担任夜夜秀的主持人？哎，贺总，不要问这种没有人在乎的题目。这个题目太重要，太重要。对啊，不是主持人非我莫属啊！我聪明、幽默、颜值高，哎，自以为是。我再重申一次哦。叶宇雄因为一些私人的因素，所以我不让贺龙主持，其实是为了他好。我在这里要拜托大家，不要再被骗。我觉得他简直很棒。没有出演任务。好，我们来看很碍眼，好不好？郭台铭先生，你是老板。你们看过很碍眼吗？他好像没有。有看那个很大的浴缸那个？没有。对啊，太感谢各位，像你们这么讲贺龙。他是个性，他是个性，更没什么。不对，我没有完全不让贺龙上台，他也非常。你看，在金教授，太酷了，是别人对他好，我觉得真的，我知道，金教授，金教授，就是所有人平常会跟时常的秘境，正常的机会，我们今天特别来到了我们招聘最拉风的男人家的后面。我们今天是在这里使用一个我们全台湾最高级的按摩浴缸，请你坐，而且我们花费将近1000万的价钱去购买。等一下就马上来介绍，那我们现在马上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千万按摩浴缸，我打算装放在我的公司，有人不意想泡就泡。我们看一下我们千万的按摩浴缸，这是我们的电动泡浴缸，这是我们昨天特别去平阳购买了一个农药桶，它本身是拿来装农药，然后流水型泡浴缸。我们经费的问题呢，因为我们距离1000万还是有一点点的距离，我们先用这一个代替一下。
就那个台词不一样，这本身是用一个太空梭的台词，一般来讲美国人就是用一个台词做台词，所以音乐角的国界就是用这种台词，好不好？你看不爽旁边会有一个是太空镜片，太空镜片，哎呀，好高级哦，要付费哦，我跟你讲，要付费，我是前作家，我们的专家，专家，专家，那我马上就来换个妆，这好像还差很多。OK， 我现在已经换上我们最性感的装扮，不要去靠我们找东西。那我们现在，好啊，那我们上课了吧？你知道太乖，放学是这样吧？我们所有在地下等就狂扯，臭水臭海苔，我记得那个海苔必须要离开吧。好了，我是帮你那个关在那个水壶。不要了，我是。光是这样子，有什么感觉？我觉得水这样就够了。那个很贵的，终于拿到这些花了。
我们放下来，来了。留起来。好，我们来上课。
应该看这个，不要看什么那个播音。我觉得这个超出压哎。来，同学，第三题会做，第三题会做，第三题不难，同学。看分母有根号就要有理化，对不对？所以来，原式等于一加根号二分之一，上下同乘以多少？一减根号二，对不对？一减根号二，加上根号二，加根号三分之一，上下同乘以根号二减根号三，一直下去。可是同学，这样一直加下去，你会发现是多少？这里叫做一减根号二，再加上根号二减根号三，再加上根号三减根号四，一直加下去。问题来，同学，这个数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小，后面的数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小。根号四、根号五、根号六一直下去，越来越大，对不对？看得出来吗？二、三、四，下面是五、三、四、六，一直下去，越来越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既然越来越大，求你约的数字，但是这个是说越来越怎么样？越来越上去，那求你是收敛还是发散？数字越来越大，大到多少你知不知道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数值最后变成根号无限大减掉根号无限大加一，那约，你看这个数字根本不知道是多少，所以会发散，可以吗？发散，对啊，可以吗？好，发散。好，第四题不讲了，第四题要只是计算。我们来看第五题，第五题是非常经典，这个发散的问题。你知道分母会变动，只像这个是不是发散，可以吗？有的时候缩列，有的时候是发散。那这个数列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数列 ，k 分之一的数列哦。我们要说明它是发散，来，我们原式等于多少？一分之一加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加四分之一。加五分之一，加六分之一，一直加下去，可以吗 ？OK。接下来我要用的一个方法哦，是用了比较法。什么叫比较法？假设这个我不知道你有多有钱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哦，可是你这个我们叫凯杰比你有钱，可以吗？假设凯杰比你有钱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哦。那假设凯杰的这个资产是五千万，那你的资产就一定是五千万少，懂我意思吗？这是比喻了，这是比喻了，哦，谁知道？哦，好，这样可以啊，这样可以啊。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数列比一个发散数列来的小，那它是不是也是发散？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吗？好，那我们来看喽，这个数列啊。它会大于等于多少？第一个我们取二分之一，一好，一样一样，加上二分之一，加上四分之一，加四分之一，第三、第四项变成四分之一，可以吗？再加。五六七八项全部都换成这个八分之一，
以此类推，可以吗？看得懂啊？第三、第四项全部都换成四分之一，五六七八项全部都换成八分之一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那么很明显，知道上面这个数列会比下面这个大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那这个数列有什么特征？你会发现第一项是一，第二项是二分之一，那第三、第四项的和是多少？这是几？二分之一。这两项和二分之一，那这四项和是几？八分之四也是几？二分之一。后面这八项是也是几？二分之一，同学是代表二分之一一直下去，那请问你二分之一会不会有停止的一天？不会，可以吗？每一项都可以这样合成二分之一，合成二分之一，所以最后它的结果会怎么样？它的结果就会发散 ，OK？ 来，接下来这样，哦，你脚好怪。没有。这样可以吗？所以你就会发现是不是发散？哦，所以数码天分之一是发散。好。这样可以吗？一直大会大到无限大去。这个我建议你们哈，这个高二了对不对？那少爷给自己设定一个小东西，小的想法哦。那我会建议你们，这个如果可以的话，这个暑假看你们英文或是国文可不可以再做个进步啊？你们国文真的看一看，英文看一看，真的，我觉得英文呢跟国文要在那种长时间才比较方便，可以这个有进步啊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无穷等比，其实这擦掉了。
好，那你比较啊，如果是数列，在公比介于负一到一的时候为收敛，可以等于一，可以吗 ？OK， 哦，因为如果每一项都是三，公比为三，那我们知道无限第无限多项的话是不是也是三？啊，第一点还没有，还没讲，这是数列，我要讲的是级数。但是如果是级数的话，这时候公比会等于一。求你哦，公比为一，三加三加三，如果加到无限多项，求你，这公比是一嘛，对不对？是收敛还发散？发散，无限多项是无限大，所以说你会发现，如果是级数的话，公比也不能等于一，只能介于一到负一之间，没有相等。可以吗？好，把它写下来。这个两点。好。其实我们今天就练习这个等比跟这个无限大之间的变化的关系。好，好，写完的话，那我们来看范例一。范例一是发散，可以吗？很明显，这个公比等于负三嘛，所以第一个是发散。第二个呢 ，k 从一代到无限大，再把它全部加起来 ，k 用一代、，k 用二代，二分之负一 ，k 用三代、好，这样无限大以后，同学，公比是几？公比等于几？二分之负一，就等于一减掉公比，我直接写在最右边这里。这式子可以等于多少？来，一减掉公比，乘上首项，一减掉二分之负一的无限大次方。同学，这个项比一小，比负一大，是一个真分数，越小越小，所以在无限大的时候会趋近于几？零。就可以写成一减公比分之首项，明白吗？等于几？二分之三分之一加三分之二，我三下等于二，等于三分之二。好。你可能跑得没有那么快，但因为你还有其他的肌肉，你只要持续的用就不会有问题。也再来说，脚比较容易酸，就这样而已。然后可是我跟他说，可是篮球员韧带断裂不是很严重？他说你是篮球员，你会打篮球，讲出来心中一酸，想哇，对，那我可以当教练。我以前很爱打篮球。而且我那时候打球打得很拼命，就像我那时候这个篮球那时候应该是追位的时代，就用生命去打篮球。来，同学们来看第三小题，它叫做 Sigma
K 从一到无限大，六 K 分之二 K 加三 K。同学，这是其实是两项，你看得出来吗？这我是可以想办法把它拆成两项相加，所以可以写成 sigma K 从一的无限大，六分之二的 K 次方，加上 sigma K 从一到无限大。六分之三的 k 次方，那这一项是不是三分之一？这一项多少？是二分之一，可以吗？它会等于多少？无穷等比，对不对？三分之一加上三分之一的平方，一直加到无限大，加上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的平方，一直加到无限大。那第一项是不是可以看成一个无穷等比的？奇数，第二项是也是，拆成两项相加就好，可以吗？好，那你们自己试试看。最后那个 n 次方会约掉，又会变零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算算看，我把它算。这礼拜就去那个三井林口，那个台中港那个三井奥莱，然后我就穿着那个我跟我爸跟我妈都穿着那个我的那个脸的衣服去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有外国人来找我们拍照，对啊，新奇，对对对，就那个那好像是沙乌地阿拉伯人 ，Oh your face is very big， 你知道吗？跟我讲，对，big face， 然后说 yeah， 好像大错。来，这样 OK 啊？那你们会算吗？这个第一个项是多少？第一个项公比是三分之一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一减掉公比分之首项，乘上一减掉三分之一的无限大次方，那这一项是约掉变成几？零，再加上一减掉公比分之首项，乘上一减掉二分之一的无限大次方，这一项是也约掉变成几？所以这两项加完就是答案，可以吗？那这一项怎么算？上下乘以三，后面呢？上下乘以二，都 OK 吗？我们就这样可以把它算出来。加油听啊，那你们自己把答案算出来，这个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个范例二。这范例二有点太琐碎了，我换一个题目。来，我们换一个题目哈，这样子，这个求和，怎么求呢？这个三分之一加上三的平方分之二，加上三的三次方分之三，加上三的四次方分之四，一路加下去。来，这个是两项，加到无限多项，好，就这样就好。这些，哎，
算上。听说大学的票选最喜欢的那个 YouTuber 是很爱演，我也觉得他们真的是有够白痴，超智障。对啊，刚那个，对啊，他们还喜欢谁呢？弟妹，还有上班不要看，上班不要看很可爱的。弟妹是那阿弟，他们不错，我也觉得不错。那个表情，我觉得不错。我们继续。我上上礼拜讲到这个哈，讲到 YouTube， 上上礼拜我去台北车，我碰到 YouTuber， 啊，在台北车站碰到一个韩国 YouTuber， 就是一个韩国男生，很帅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看我真的觉得韩国的男生真的是很会打扮，你有看过吗？你知道我在说哪个 YouTuber 吗？真的很帅，大概有我0.8帅，我觉得哇。有这种男人真是太有才。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里讲。来。来。对，给你们看两眼。来。好。假设总和。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多少，可是你看到同学。这问题有什么特征？上面是等差，一二三四公差为一嘛。下面是等比，对不对？那像这样的式子，你会发现说，如果上面是一个定值，是我们比较好算，要一个定值。那怎么样让它变成定值？你看啊，二减一等于几？一。三减二是不是也是一？四减三是不是也是一？可以吗？所以说呢，我们先去令总和叫做三分之一加三的平方分之二。加上三的三次方分之三，加上三的四次方分之四，一路加下去的时候，我们把整个总和乘上三分之一倍，同学会有什么现象？三分之一乘上三分之一又是多少？三的平方分之一，可以吗？那三的平方分之二乘上三分之一是多少？三的三次方分之二。三的四次方分之三，是每一个项都往右下移动一位，可以吗？可以哦，好。那这样有什么好处？你会发现上面跟下面相减是不是定值？三减二是一，四减三是一，五减四是一，而且后面的数字是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所以它中间数都会消掉，而且怎么样，越来越小，最后会趋近。所以呢，我们心中一爽，把这两个相减，减完是三分之二倍的总和，就等于三分之一加上三的平方分之一，加上三的三次方分之一，一直加。同学，每一项是不是都可以扣，而且会扣到无穷无尽，所以是不是可以算？这是一个等比嘛，对不对？公比为几？公比是多少？三个是几？三分之一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耶，好。好。所以这时候会是多少？是不是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答案？一减掉公比这只手算，再乘上一减掉三分之一的无限大值。无限大次方消掉变成零，是不是就可以得到答案了？好，那再乘上二分之三，就无解。发现男生不需要超级帅，大概跟我差不多就行。
没有，我没讲过。他有什么讲？不是啊，这好像算不是重点，对啊。可是哎，这样可以哦，这样可以哦，是不是可以算是答案？所以，哎，我写在这是右上角，三分之二 s 会等于多少？这里约掉，二三，这两个三约掉就二分之一，乘上去 s 就等于二分之三乘上二分之一，算是几？四分之三，可以吗？总和是四分之三。好 ，OK，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甲己定理，今天大概可以讲到第八页，我预计讲到第，最好可以讲到第九页，好，来，不是要四分吗？啊？不是要四分？是你的头哎。四分还是八点？八点，八点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八点，那八点。他说七点四十九，不要。不要啊！现在七点四，哎，有人很远走过来，不要这样。今天第一排。啊？他们这玩意就搭不到火车。老师。嗯。你不是说要看那个韩国？哦，对嘛。有没有提早下又没关系，要看那韩国就可以。哎，真的蛮帅的，就是他是有那种有练肌肉的那一种。这个韩国男生，天都没懂，天空浅。这个还好吧。真的吗？对啊，点进去。点进去吗？就是看他的影片、啊。他？真的吗？他本人很帅。本人长这样吗？啊？跟影片一样吗？比影片，因为他本人有练身体的，又很高。他超高哎，他在这么高哎。在板桥，我们在。感受不到。因为你们记得他本人很帅，帅不帅？马铃薯，那个 QQ 的妹妹的 One Year Celebration， 叫去过。我看有没有那个给你们看。那不给你们看一下 Facebook 好了，好不好？看有没有。好，不要说什么啊！你再讲一次吧，全部抢走。没有，等下。他不缝。结石。结石。他只有 YouTube， 不好意思，他只有 YouTube，sorry， 好吧，我有那个 IG 啊，等一下再给你们看 IG 啊，我跟他拍照，嗯，什么？每次要看完就是看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奇怪，好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来，同学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什么叫甲己定理。甲己定理呢，这个之后会用到哈，看我知道怎么成分，不过这个东西蛮有趣的，啊，来看这边啊，如果是三个数列，哦，那如果从某一项开始，哦，只要从某一项开始，这个数列 xn 介于 an 到 bn 之间，可以吗？哦，那这个时候如果左右两个的极限都是同一个数值，那这个 xn 也会是收敛的，而且它也会被夹在中间，这可以理解吗？例如说来 xn
介于一减掉 n 分之一到，一加 n 分之一到一减掉 n 分之一的中间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这个数列介于一减 n 分之一跟一加 n 分之一的中间，可以吗？ S 1一减一，零，一加一是二。S 2一减了二分之一，一加二分之一。S 一百，99%，101%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？就它会慢慢慢慢的接近一个数值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在图形上就是说。这里有一个一减掉 n 分之一，这里有一个一加上 n 分之一，可以吗？那它们两个极限值会慢慢的接近，所以中间的数字也会怎么样？慢慢的接近，最后被怎么样？压缩在相同的地方，可以吗？感觉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所以你就看一下，如果我们无穷项会有什么现象 ？x 的无限大项，一减掉无限大分之一。一加上无限大分之一，这个东西啊，基本上来说会消掉跟消掉，最后 x 无限大值就是一，可以吗？因为怎么样，这个越来越靠近，靠近到合在一起，可以吗？这个就叫做夹极定理。来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项跟这一项，首先 limit。n 趋近无限大 ,3n 减5除以 n 加 1, 同学是多少？这蛮明显的。这两个项是不是数字的常数？这两个 n 次方是一样，所以它是不是怎么样？它是变成1分之 3, 对不对？看得出来吗？上下同除以 n, 除以 n, 变成 limit 的 n 趋近无限大 ,1 加上 n 分之1跟3减掉 n 分之5。约掉约掉，这里是 3, 那右边这里是 3, limit n 趋近无限大 n 减2分之 3n 加 7, 上下一样除以 n, 会等于多少？ limit n 趋近无限大，这时候来3加上 n 分之 7, 1减掉 n 分之 2, 1分之 3, 这也是 3,所以代表这两个左右无限大值都会接近三，那这中间是不是被夹在三里面？可以吗？左右这两个是不是会接近三，趋近于三？可以吗？哦，那这个在中间的是也会被合并在三的中间，被夹起来。哦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limit n 趋近无限大的 a n 也会等于三，被夹在中间哦。这个夹极定理又叫做三明治定理 ，sandwich theory。应该蛮能理解第二题你们应该会算，你要确去算 AN 是要先把 N 除掉，然后再去算左右的极限值。
所以下一个哈，这个我们要计算 limit n 趋近无限大的 a。首先题目说这个 n 倍的 n 介于 2n 加3跟 2n 加5中间，那你第一个是要先把 an 的范围求出来，所以 an 我们先全部除以 n， an 会介于 n 分之 2n 加3到 n 分之 2n 加5中间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那继续哦，来，那左边先算一下 limit n 趋近无限大 n 分之 n 加3是多少，上下同除以 n 一样，它会等于多少？会不会是一？好，写完整一点。n 趋近无限大，一上面除以 n 就是二，加上 n 分之三 ，n 趋近无限大这里是零，所以这个答案是二。那右边呢 ？limit n 趋近无限大 ，n 分之二 n 加五。上面除以 n， 下面除以 n 会等于多少 ？limit n 趋近无限大，一、二加上 n 分之五，这里也是零，算下去也是二，可以吗？所以这两个都是二，我们就怎么样，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。最后 ，limit n 趋近无限大的 an 左右都是二，所以它会接近于几？OK 吗？基本上看它的左邻右舍的。好的。感觉这个，我怎么有一种快要下课了？所以老师是因为这样哈，因为这个奇怪的穿的蛮怪异的，这个后面有你讲的高，它有啊，它这样比较那个，你知道吗？有钱角度的关系，对，它其实真的蛮高的。那个女生172啊，高她10公分吧。啊，跟女生一百七十二，对啊，大概这样，好看吗？他有练吗？他有练。这是啥子？你说这个？我觉得还蛮帅的吧？好吧，可能你们跟我的那个不太一样。他蛮壮，他真的超壮，他很练。而且他好像这种大胃王蛇，一副鸟要配的我感觉，不是每个人都有喜好，就这样。对啊，没有，也不是说我喜好，这样讲还蛮怪的哈。就是你觉得他是帅哥？我觉得就是他这样 OK， 但怎么讲都很怪，不要。来，同学，我们稍微讲一下函数的极限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轻松啊，轻松轻松。不过我们下一次的课的话，我们就会进到微分了哦。我们下一次会带领怎么微分哦，然后一些基本的微分的性质，还有一些物理的应用哦。OK， 来，那来试一哦。来，首先在讨论函数的极限，先假设这个东西。你看，第一个是我们来讨论 f(x) 等于 x 加一。f(x) 就是一个函数图形，可以吗？这就是我们的 f(x) 图形，它叫做 x 加一。
可以吗？这是一般的函数哦。那我们的 limit f(x) 当 x 趋近于2的时候，会接近多少？会接近哪个数值呢？是不是直接用2带进去就好？可以吗？叫做3。OK 吗？他的意思是说啊，当我们的 x 慢慢朝2接近的时候，我们对应到的结果会接近什么数字？懂我意思吗？慢慢朝着2接近的时候，我们对应到的结果会接近哪个数字？这应该蛮明显。例如说 ，x 从 0.9 加进去叫做 1.9， 不是 1.9 开始跳了。1.9 很接近2了吧？对不对 ？1.9 加一几？ 2.9。来 ，1.99 呢会是 2.99， 可以吗？ 1.999 呢？2.999，可以吗？所以你会发现，如果它接近2的时候，我们的结果是很接近3。这看得懂吗，同学？可是你要小心一件事情。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图形，如果 x 用2代，它的结果是不是就是3？可以吗？好。但是求你，这个趋近2代，趋近2代表可以直接用2代吗？不是，同学，趋近是什么意思？很接近，基本上很接近的东西就不是一样的，懂我意思吗？我长得很像彭于晏，超像，超像。同学，我长得很像彭于晏，那我是彭于晏不是，我只是很像。没有，我好就这样，我只是很像彭于晏，代表的是。我并不是啊，对，我几成像？8成到9成，好，但我没有讲。反正这个超像就代表不是的意思嘛。差一成是因为体重吗？啊，可能我瘦下来就像彭于晏，谁知道啊？来，那我们来看第二个。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作图，同学，首先这个式子叫做 x 加一乘上 x 减一。再除以多少 ？x 减一，可以吗？可以哦。好，那你很清楚的知道什么事情？这个 x 减一跟这 x 减一实际上可以约掉，但是又不行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的式子写在这里的时候，如果你把数字带进去，这上下一样的地方是可以约掉，可以吗？可是请你 x 可不可以用一带进去？一带进去分母为零。不存在，分母为零，零分是什么东西？可以吗 ？OK， 好。可是呢，你去想一件事情哦。如果 x 跟 f(x) 用 1.9999 代的话，会是多少？趋近。你看这个值会怎么写？1.99999+1，看好这边。一减掉，这有讲错了，是0.999，看看，0.999加一，再乘上一减掉0.999，一直九下去，可以吗？那下面是不是也是一样？再除以一减掉0.99999下去，同学，实际上啊，我们只是接近一而已。那减完是不是还是有一个微小的差额？虽然这里是零，这里是零，这两个是一样的数字，但是呢，这两个在上下去观察是可以消掉。零一个很小的数乘以这个数字是零没有错，分母很小是零也没错，可是上下如果成比例是可以消去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看，所以它的结果就很接近几？二，可以吗？很接近二。那实际上是因为这两个是一个很微小的差额，把它约掉的时候用一接带进去，它就接近二。那同学，你看看这个图是长这个样子 ，f(x) 等于 x 平方减一除以 x 减一，实际上用一带进去那个点是不存在，可以吗？这个点是不存在，带进去不行。
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图可以很惯性的接近这个位置，可以吗？用函数图形的惯性很接近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心得，什么叫做趋近于一？代表这个图形的很惯性接近一，但是不是真的在一？不是，听得懂吗？我们只是用很接近的数字看它的结果很接近一，但是却有结果，可以吗？听得懂吗？我们只是看说图形很接近的时候它的对应结果而已，但如果趋近代表用一代吗？不是， OK 吗？好，就这样啊。那如果趋近无限大分分析是你之前有讲过。好，同学，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了，非常的辛苦了。好，就这样啊。下礼拜会进微分哦，这个下礼拜的话，这个微分就比较紧凑一点。我依照这个态势，我应该两个礼拜就可以教好，微积分就可以讲得差不多。哦，到你们会使用为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，辛苦了。